为了庆祝中国农历虎年春节，世界上最高最大的观景摩天轮迪拜眼推出了虎年新春灯光秀，通过灯光变换组成老虎、英语和阿语版的“春节快乐”等图案，让当地民众感受中国新年喜庆欢乐的节日气氛。灯光秀从农历的正月初一持续到正月初五。